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弟兄姐妹们，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唱新圣诗第五首，真主上帝造天地，请会众起立来唱。一同以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敬拜赞美你。你是全能全智的独一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你满有怜悯与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更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流血舍命，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使我们能够与你复活的生命连结。我们为此献上深深的感谢。主啊，十一月是感恩的季节，对于神的儿女而言，更可以说每一天都是感恩节，因为你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此我们要天天来数算你的恩典，为着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恩惠来向你感谢。即或在不容易的处境当中，也相信你使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因此我们可以为着你的信实、良善、永恒不变的爱，以及你所赐的美好盼望，来献上我们真诚的感谢与赞美。主啊，目前我们台湾 COVID-19 疫苗累计接种已超过2500万剂，人口涵盖率已达到 74%， 国内连日来几乎无本土病例以及死亡的病例，各类场所活动也逐渐在松绑之中。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怜悯与恩待，求主帮助台湾民众仍然能够不轻忽地继续同心来抗疫，一直到疫情完全的解除为止。我们也为上主日长职的全面改选能够顺利完成来献上感谢，恳求圣灵带领保守新任长职同工能够稳健地接任教会的事工，一同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也求主使现任长职同工在做明年度事工的规划时，能有从神来的眼光与圣灵的引导，使新旧任同工的交接能够顺利来接轨，也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信仰共同体里面属灵生命能够持续得到喂养与造就。也求主保守本主日下午将召开的新任小会员座谈会，在会中将针对各部门事工人力与工作分配做讨论，求主赐智慧让他们在会议当中有很好的沟通与协调，使得每个部门都能够有合适的长老来担任领导的职务，也让教会的事工能够顺利的来推动。我们也为刚升格为堂会的南越教会来祷告，求主与南越教会这一期幸福小组的服事同工同在，使他们在邀请与服事 BEST 的过程当中能够经历神的作为，也保守南越教会新团队的组织与新事工的运作都能够有好的开始，同工之间能彼此同心合意，信心也在服事当中被建造成长。亲爱的主，我们也要为近日安息主怀的林科锦定杰与杨锦堂兄的亲人来祷告，求主亲自宝宝安慰他们，把永生的盼望与平安放在他们心中，陪伴他们走过哀伤的时刻。也求主继续看顾扶持身体病痛化疗中、跌倒受伤疗养中年迈的长辈，以及在工作家庭生活中遇到难处的兄姐们。我们虽然无法一一提名为他们代祷，然而主你都知道，求你使他们在受苦的过程中知道你一直与他们同在，也恳求主在每一次的软弱艰难中赐下够用的恩典与力量，成为他们真实的安慰与依靠。今天早上恳求圣灵透过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亲自对我们说话，使听的和讲的都同蒙益处，同得造就。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会众请坐下。接下来我们来起应起应文第七篇，诗篇第19篇。诸天宣布上帝的荣耀，
日日述说，夜夜转播，无言语。他们的音讯传遍人间，他们的言语传遍天涯。上帝在天空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向新郎走出洞房，向勇士欢欣登陆。他从天的这一边出来，绕到天的那一边。他的热量不及万物。上主的法律完备，使人的生命更新。上主的命令可靠，使愚蠢人得智慧。上主的法则公正，使顺从的人喜乐。上主的训诲透彻，上主的规范纯真，永远留存。上主的判断准确，始终公道。他们比金子可贵，胜过最精纯的金子。他们比蜂蜜甘甜，胜过最纯净的蜂蜜。这一切使你的仆人深受警惕，仆人谨守，获益无穷。谁能看见自己的过错呢？求你使我不至于故意犯罪，不容许罪恶支配我，这样我就能成为无可指责的人。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者啊，愿我的言语，我的心思都蒙你悦纳。接下来，我们要请吴义成弟兄来献诗。他今天所要献的诗歌是《圣徒聚集主圣殿》。接下来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像犯人一样被捆绑，然而上帝的话没有被捆绑，所以我为了选民事事忍耐，为使他们也能得到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今天早上林庆台牧师将要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带领族人归主。把时间交给林牧师。大家平安。在每年的五月，大概就是我们所敬爱的义山神学院的纪念日。
因为我们在这段期间当中，因为这些这个什么就是病武汉的病本来是五月，然后延迟到现在，它到十一月来。那么今天呢，也很感谢到教会，也为这一山神学院的这些请安的时间呢，来献上我们的时间。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一山神学院从过去到至今，从开创那个辛苦的日子，然后那个过程，就因为是我们台湾全省不只是山地或是平地的教会呢，为这个学校献上更多的祷告跟这些不管金钱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从辛苦的过去一直到现在的这些不管学校的需求，那辛苦的耕耘，然后到今天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器材可以让很多原住民的学生在自己的地方在学校能够多多的学习。那原住民也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只能讲说上帝的帮助跟带领跟眷顾，那我们曾经也经历很多的这些困难从殖民国的这些侵害还有迫害侵略等等的这些苦难的日子当中，我们也看见上帝他的这种眷顾与带领。那今天呢，我用这样的一个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原住民过去的生活到今天，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宣教士到台湾来，那不止在日据时代的那个统治的时代，甚至到国民政府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这些外国的宣教师到台湾来，那不止在平地，甚至非常辛苦的这些原住民的高山，他们花上了很长的时间。那我们真的感受到像今天的经文一样，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为选民凡事都忍耐，为着希望不只是平地的也好，或是我们原住民的，能够也让他们从耶稣里面得着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大概就是说原住民他能够回到信耶稣，跟宣教师跟玉山神学院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们先从宣教师先来讲，就是说过去在那个时期当中，宣教师到台湾在那个非常艰苦，而且是说也在原住民部落里面在我们自己的祖灵的传统信仰，然后排他性的那种怎么讲，就是只有祖灵的信仰，我们不信别的这些宗教任何的信仰。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很多的这些宣教士到台湾来，他们受尽很多的苦难。那我们从历史，甚至于从我们的前辈，我们的长者告诉我们是说只要宣教士到台湾的原住民，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牺牲他们的生命，而且甚至被蹂躏。那我们看到原住民为什么到今天能够可以看见，就是说从不同的每一个部落群当中呢虽然辛苦的过程，可是我们看见教会依然在每一个地方助力教会。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见，就像今天的这个经文来讲，保罗说他说他为选民凡事忍耐。所以呢，我们也看见这些外国宣教士到台湾的山地这个地方来建设教会，甚至于就是说传福音给我们部落的族群，也凭着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么在过去日本时代，我们想大家都应该都知道，那过去的事件里面有很多对原住民的蹂躏、侵害、迫害。那我们祖先呢，也没有因为是说日据日本人的这些侵略跟迫害呢，我们就在他们的这些什么，就是在他们压迫的之下，我们投降。我们看到原住民，不止任何的原住民，但是我们也看见我们泰雅族在过去那个时代当中，我们没有因为他们的这些阿爸或是任何的这些逼迫，我们妥协在他们的这个什么，就是在他们的统治。那我们真的也看见，就是说原住民也基于这样的精神，什么精神？就是祖先那种非常强悍，甚至有自己的律法。我们没有办法怎么讲，就是说在他们的压迫之下，我们屈服在他们的统治。那过去这个我们知道也很多的历史事件啊，甚至于过去战役时代台湾原住民在不同任何的地方，只要有日本人殖民的地方呢，那每一个原住民部落都受到很大的残害。所以我们也发现到是说，回到我们这些泰雅族，我的家乡是在南澳，我们是住在南湖大山那地方，是台湾这个资源非常丰富的那个地方的块木群很多的。所以我们南澳群在那个过去的时代当中，听我们的长者告诉我们是说，他们也经历很多的战役，是为了是说，因为说这个阿爸的日本人，我要让我们每一个族群从山上搬迁到山下的时候呢，基于那种不人道的手段，甚至于很多的这些可怕的这些惨况。所以呢我们南澳群的这些祖先们，当然我们在没有那个日本文明的这些刀枪或是任何的武器之下呢，我们就是白白的受到他们的这些残害。所以其实长者跟我们讲到这个惨痛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做后代的孩子，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感同的这个什么，就是痛苦的这些什么，就是很深的一个记忆的。那祖先跟我们讲说，我们真的不怕他们，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原住民，也不要说原住民，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一个特性，这特性那是强悍的特性，是维护自己的这些民族的那个精神。所以呢，我们看到日据时代是非常怎么讲非常就是一个让原住民整个部落呢遭受到一个分裂，然后呢丧失了自己所有应有的这种生活的准则哈。那么日本人走了以后呢，我们有看到这个怎么就是国民政府到台湾来的时候呢，那当然国民政府到台湾呢，就是带了很多的文明给我们。所以其实这个过去的宣教哈，大概信仰都早就在日据时代的后期就已经在原住民那个地方就开始相信主耶稣。那我要先讲就是说，为什么泰雅族很容易受到这些基督教信仰的这种感召呢？那当然我们的祖先讲述说，因为过去的这些宣教是他们看到那个精神啊，那个精神是牺牲奉献，牺牲然后呢生就是什么，就是说生命也丧失其实在过去的泰雅族，过去他们这些我们这些长者，他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外国来的这些宣教士呢，他们都很排斥。所以发生这么多的这些事件，那我们的祖先看到很多的这些宣教士，他们说虽然生命被牺牲掉了，为什么他们还是没有放弃，一直还要来到山上部落？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从保罗的身上看到一个模范，就是说凡事都忍耐。那为了原住民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他们能够大家都相信耶稣就是说回到主那里，所以他们愿意这样的牺牲。那谈到一些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了以后呢，其实文明就很多不
不同的这些做法都在台湾。其实我们在原住民的生活当中啊，我49年生的孩子，我都感受到国民政府从开始到那 也可以讲说一直到今天，我们真的感受到有很多的这些遗憾跟不公平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过去看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的祖先一直都在告诉我们，虽然殖民国来了，他怎么迫害我们，但是要记得说那个精神，那个精神是什么？如果从原住民起初的这些祖灵信仰当中，他告诉我们说绝对不要放弃这个信仰。当然呢，祖先他们开始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就又把这些信仰都加注在我们的身上，再次叮咛我们是说，我们的上帝跟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基础了。所以不管我们受到任何的这些生活上的一些困苦，只有信耶稣，只有相信上帝成为神的儿女，那个才是我们真正要的。所以呢，这些精神当然在这个就是原住民过去本来应该就是在国民政府初期来台湾的时候，信仰就一直开始注入在我们原住民的部落。所以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在50、60、70年，他那个时期是原住民的大复兴啊，教会啊是大复兴。所以呢，开始国民政府到台湾的时候呢，就有很多这些怎么讲，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些怎么讲就是开发了以后呢，从政府开始成立制度之后呢，那台湾就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些开发的过程。所以呢，其实在过去那个传统辛苦的日子当中，那国民政府在台湾，我们真的要讲说国民政府在初期的时候呢，对台湾真的有很大的贡献。那个贡献就从辛苦，然后呢传统，慢慢的也可以在台湾可以做一些文明的这些什么，就是不管是生活各方面的有很多的改进这样。所以呢，原住民因为在山上那刚好国民政府有很多的这些建设，那实际上传统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不符在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我们有更多的需要。所以呢，我记得大概应该70年，我在当兵，大概72年退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台湾整个地方12项接收都开始在一直在开始发展之后呢，那原住民当然那也真的知道是说现在台湾都会区有很多的这些什么就是建设在发展的时候，那当然都不是放弃要放弃家乡然后回到都市，而是真的是为了生活。那为了生活到山下的时候呢，就是很不幸的哈，很不幸的就是说，因为只要原住民，我们会觉得原住民离开自己的家里就很容易受到诱惑。我们真的讲说文明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不管怎么讲，就是文明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接触过。比方说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呢，我们很单纯的每天就要看到太阳，然后再看到这些长者们到山上旱地的种菜什么的，我们大概的那个生活模式就是那样。所以一离开到这个离开到那个什么，离开故乡到部落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几十年的时间呢，那很多人就是很多这个部落的年轻力壮的人全部下山的时候，本来我们的教会，我们族群的这些人还没有离开的时候，教会是非常复兴的。所以人慢慢离开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为了生活的需要，所以教会就开始怎么讲，就是它不是没落，而是因为人多离开了以后呢，教会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发展下去。那以前的牧者大概是老一辈的牧者因为神学这个东西过去是没有读过书的，那是因为宣教师来了以后呢，接受耶稣，然后呢就直接受派，或是说有对那个什么，就是说服事的这些工作，他们有需求的话，就是参与。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些传道者大概都是这样。所以一进到了这个什么，就是进到文明的时代，文明的那个时期的时候呢，所以原住民的部落教会就慢慢的。我们也不能说没落了，就是说就是少了人而已，所以真的带不起来。
那不过相对带来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些部落的青，这个就是壮年的孩子们哈。那也不要说这个，我们也不能说都市有很多的诱惑，有什么什么，其实这是事在人为。所以在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实际上那个精神啊，祖先的精神啊，也慢慢的离开了他们。实际上他们在山下有很多具备的那诱惑的那要具备的条件不足的情况之下，大家都就喝酒的喝酒，赌博的赌博了，就是坏习惯就一堆，就他们就学习。你看几十年的时间，他每一天的日子大概都是这样。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说隔代的那种那个什么年龄层，所以很多的这些我们说父母到山下来以后呢，孩子跟这些老人留在家里，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呢，其实在那个没有父母的照顾之下，也形成一个就是隔代的这些什么隔阂了，所以这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说原住民的教会就慢慢的开始，我们说没落也好，就落后了也好，所以很多的族群同胞就因为很多的这些我们的从山上的孩子出去了，学了太多了这些什么就是不该有我们祖灵信仰的这些东西来了以后，那这些人大概如果碰到什么节日山上的时候呢，回到山上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把这个习惯就带入到部落甚至于呢，我们也真的看到这些人到都会区啊，赚了很多的钱，可是呢，赚很多钱，可是理财各方面我们看不到，所以呢，几乎我所看到的，我们这种年纪啊，我大概49，我现在是62岁，我也在那个时期当中呢，我们也真的是怎么讲，就是跟他们差不多。我也是28岁才信耶稣，那之前也大概我刚刚讲的就是跟我们这些人是一样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呢，那个时期大概几十年啊，原住民的教会，甚至于我们部落的居民，每一个大概都是，我们看到都是负面的日子。那还好玉山神学院的设立那是我们。我还没有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教会的事情。所以当我开始，其实我个人的生命的历史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因为酗酒有2次的时间大概都是因为酗酒身体弄坏了以后呢，但生命也差不多挂掉这样那其实我要讲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些什么就是外国宣教士到台湾宣教呢，我爸爸是第一个是泰雅族最早信耶稣，然后呢也到玉山神学院去开拓那个学校我就是他的孩子。那么其实因为我们的时间的距离相差太远那我5岁的时候呢，爸爸就过世了，就等于是说我在童年的时候就没有看过爸爸。可是当我开始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初中国小国中高中没有读的时候呢，那我听到很多我的长辈都跟我讲说教会的事情，那我才知道是说我们的家族我们很受到上帝的恩待因为爸爸的关系他真的是一生把生命都捐献给我们的神。所以在那个时期外国宣教士到部落了以后，我爸爸也有参与。那么在玉山神学院设立了以后呢在过去的那些牧师，骆宣琛牧师、高俊敏牧师，他们那个时期爸爸也就参与这个学校的这些事工了。所以呢，我真的是我只能说我根本都没有机会跟爸爸就是知道爸爸的事件，只是在记忆里面，然后妈妈跟我讲，叔叔跟我讲。我要讲的就是说，就是这些人他们曾经在过去的时代他们为着这个玉山神学院，他们为这个学校的努力，甚至呢过去那个时候我想大概都没有想到是说他们设立玉山神学院的那个什么他的将来性，他们可能只知道说为原住民教会为原住民的学生预备这些传道人，
所以一三神学院设立至今，我们看到这75年的时间当中，有这些人，我爸爸那一代的，然后过程当中，所以在原住民开始离开家乡，然后到山下去工作的时候，那一度这些原住民的信仰没落，甚至于教会被就是没落的时候呢，那一三神学院是非常大的关键。所以呢，我的爸爸还有我哥哥还有我的姐姐我的弟弟，他们都是曾经都在神学院。那我哥哥还有我姐姐我弟弟他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我还在外面流浪漂泊，所以酗酒然后打架闹事这样。那也基于上帝的恩典，让我在那个时期让我得到很多的病之后呢，甚至也自杀过好几次，但是都没有死，所以上帝也就从那个地方也把我带起来。我大概是民国77年开始去这个学校，所以我进入了这个学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看到玉山神学院对后期的这些原住民教会复兴的这些什么讲贡献是非常的大。所以我只能讲是说，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跟带领，然后再透过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神学院它不是盈利事业，它只是为信仰，而且在过去的那种非常辛苦。我听说爸爸他们上课是早上上课2个小时，甚至全部的时间都在开创那个学校。所以呢，有很多的长者都跟我讲是说，哇，爸爸真的就是很不简单，愿意把生命就是捐给神这样哈。所以神学院从那时候过去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每一个教会我想这个上帝的旨意也透过很多我们教会，不止平地的也好就是上帝的教会，为了这所学校呢，他知道这所学校是要拯救所有原住民的灵魂。所以我们主人归主呢，大概就是从玉山神学设立之后呢，透过大家的帮忙。所以 我大概我在学校大概6年的时候，我们都会为学校 去募款的时候，我们真的都看到是平地教会在为原住民的这些施工做非常大的努力，甚至我们也看到我们真的是我们在山上，我们只能讲这个原住民的教会，我们大概如果从资金来讲，我们没有什么劳力来讲帮助学校，我们是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资金大概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平地教会付出的非常相当大的这些功能功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原住民的这些，甚至这些泰雅族慢慢又回归到家乡，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教会呢，从幕后从落后的那个时期当中，因为这个学校的这个什么所有的设备，透过大家的努力，那过去非常传统的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学习的课程，到了今天科技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玉山神学院有相当不一样的这些就是什么社交大楼、宣教大楼那些，里面有很多的仪器，大概都是为了我们这些现在年轻的这些传道人。所以呢，慢慢的我们大概谈到现在，就是说原住民的部落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落后了。因为那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大概那个时代辛苦的那些长子都已经回到天家了，所以上帝又配合，然后又怎么讲预备了这些我们现在比较年轻的这些传道人。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原住民的这些什么就是孩子们，大家都很愿意回到神学院去读书。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一张秦汉的这个什么单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族群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就读玉山神学院的比例是相当的高。所以我们泰雅族有120多间的教会，教会都满了，那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些传道人都空着就是没有去教会。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的教会会比过去以往那样的怎么讲就是丰富的时候呢，那其实最大的功能大概就是在这所学校了。为什么现在的年轻的孩子他们也很愿意回到学校去读神学？所以这些孩子们
大概这些三十岁以下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就是什么要服侍上帝。所以很多的孩子，玉山神学院，我们看到他们这些，现在这个学校的状态哈，再回到我们部落看到教会的，我们说复兴嘛，那我们也说这个教会慢慢的在被建立起来。所以呢，我们只能讲出说，上帝真的是很眷顾我们每一个人哈，不止在山上平地。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更可以看到。我们族人的这些同胞们哈，慢慢都归向这些我们的这些信仰来了，回到教会来。那么这边有很多的见证，大概我讲就是说，很多那些回到山下的，然后呢就是离开家乡去赚钱，然后呢到山下有赚到钱，但是没有办法理财，甚至于呢生活非常的落魄。那很多人呢，在那个时期当中呢，喝酒喝死的，然后骑摩托车跌倒的，撞死的，还有很多这种状况，遗憾的事情哈。那么这些到今天来讲哈，因为教会慢慢都已经在延伸，慢慢在发展起来。然后过去传统的这些原住民的时代当中哈，在那个农业务农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大概50年之前的这些，我大概是在60年我还经历过那些务农跟传统的生活。那过去拥有那个美好的那个原住民的这个部落传统生活哈，什么人都有，老的年轻的，然后呢那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团结的，然后大家族群一起帮忙的那种时期的状态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没落的那个时期那这些传统的生活习俗大概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看到现在的这些部落的状态呢，又恢复到我们过去的，我们过去的文化的东西，属于语言各方面慢慢的，因为就是教会，那玉山神学院特质，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课程，就是说母语的传承，母语传承，然后再过来就传统生活的这些规范很多我们过去泰雅族的生活模式，慢慢又被建立起来，所以今天的原住民。真的我们可以看到，那将来那我们这些比较大概要退休的长者的牧师，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那个时期我们怎么在教会里面跟部落里面有很大的这些什么就是付出呢，那我们很高兴说有传承这个东西的，有传承这个信仰的传承，文化各方面语言我们是真的很乐观看到他的将来性。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些人曾经为教会付出，为神付出的，就像保罗，我还是一直要讲，为什么喜欢这个经文保罗他就讲说，我为选民他本身就是上帝的选民嘛，他为着选民他说为着福音受什么？受苦难，那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后这边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保罗在过去那么辛苦，在人的生命当中，他可能就像犯人一样，可是他知道是他信这个耶稣，他信这个上帝，他的道是他绝对不会被捆绑的。所以呢，他也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底下的这些话，他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夺准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句话就已经代表，就是说，我们看到过去在原住民教会牺牲奉献的这些人，他们一心一意也大概就是跟保罗所讲的说，我为选民呐，然后呢，也可以让那些没有信耶稣的这些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那个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们真的看到这句话，我们有很多后期的，甚至长辈的这些我们族群同胞了。在他们离开世上的时候，他们经常都会讲，是说他们很高兴，很高兴我们下一代是有救了，所以因为大家都活在什么？活在上帝的生命里面。
所以呢，今天我想用这样的一个话呢，那 这句话当中都一直在告诉我们，甚至于这句话呢一直根植在我心。我虽然在教会里面可能要退休，可是呢，神的工作是永远没有办法结束的。所以我为这样的事情感谢我们的上帝。原住民同胞过去虽然在那个日本国民政府的这些什么殖民的那些那些日子里面，所以我们真的经常都听到我们的老人过去他们哭了，现在还在哭。那看到他们不哭的时候呢，他们心中充满饶恕，然后呢爱。那他们经常都会讲，是因为上帝的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过去日本人他们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只用饶恕的心。国民政府在台湾呢，对原住民有很多的不公平。那这些老人经常鼓励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恨，他说一定要用爱，因为圣经里面谈到很多的爱，这个爱是不是我们所想的像爱情一样，那是非常深入的爱。所以呢，今天我们继续在为一山神学院在花更多的这些，我们不知道将来，我只能讲说不知道将来，可是呢，福音如果真的在地方被建立，在地方被接受，或是说那个地方本来是从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当中得到改善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很辛苦，我们在世上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事情要分担，可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甚至我们教会的一份子，那今天我们活在长老教会的这些什么这个体制里面呢，有很多里面告诉我们说，教会跟教会要互相连结，大家要互相的帮助。所以不管你是原住民，不管你是平地的，不管你是外省，甚至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只能是说，我们期待的，我们期待原住民的这个牧师期待说，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所有的族群都能够再回到上帝那个地方。那我想平地教会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工作要做了，那为了很多很多这些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呢，我们必须献上自己。所以呢，我今天来这个地方我很高兴，我每次到很多的地方其实我真的讲我很怕到平地教会，因为平地教会我好几次被那个牧师讲说你爱说那个台语讲到说爱说台语，可是我讲实在话，台语我也会说了，但是如果正统讲台语的话，不是用那一般的那个话来讲，有它的次序在里面。我会觉得语言上面英文很简单，可是台语真的很难写，所以真的是很难写，有好多的那个什么，所以我们一般我每次跟那些台语就是闽南人聊天的时候，哇，你的台语说这么好啊，那一般的那些讲话是可以，如果说回到教会来讲，所以呢这次和平教会我们那个就是学校要派我到这个地方来，我都经常讲说他会不会跟我讲说要讲台语。我有个弟弟在一山神学院叫林约道牧师他台语就很闹了，他就好会讲台语所以我就是不会。那么今天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包含我台语讲了无讲介济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感谢主让我们来家为一山神学院请安，然后呢，我们在将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真的一定要互相的帮忙，不止祷告也好，各方面，为了让台湾原住民能够真正的看见，有很多的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让他们能够回到上帝的怀抱跟上帝的生命当中。谢谢你们从开始建县到今天真的我看到你们对这个教会的这些奉献那个数目是真的不少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凭着为了神的事工当中，我们大家继续努力今天的分享到这个地方，感谢各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用原住民的话来祷告。来，马外是故亚巴乌多盖恩，伊苏故马拉乌面瓜拉故是那杜苏
agiwan sama benlean. Ni sami syunsku babor hianku taiwang hani. Ana sami makir giah ni makis ka haici sku giwanam sesai. Naaring suku sematu sin hianku musa ana teino. Balai sami kyokai kuara te nanu sku sama bendean mingkahan kebasu. Kansya su balai apa utukan. Soni kaniga ni saku mahupin canglau jauhwe. Ni saku masku giwan sematu sku kansya te isu. Bakun su gyoksang singgaku ing kanihiyaga. Kebalai tutu soni kani nanu ku nha watoye balai ko iwan prakyanuh sku samis ku rgyah. Apa na untuk kayaan mahkwai su. Nanu kuara ku babo nerdiyak loiga. Musa min skura tu isu kani. Beki sami belak ku inaras. Aki sami belak mkyanuh ku iwan sinsahu isu. Nanu kuara ku lelaki su ni mentama te kaniga. Beki belak sku kin hangan su lozi jo. Aki lokah walai isku rumuru pencogun yaun asku isu. Kawan auto kan. Hawaii subalai bermuan min kaniga musa mespuah kawan laki su su yes Kristo, amen. Terima kasih.现在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回应诗兴盛诗525首，我为万民恳求上主。我们一同来唱奉献歌，以此表明我们对神全人全心的奉献。
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我们的奉献箱是放置在3楼和1楼的接待处，我们也可以以台湾行动支付来奉献。好，接下来我要来报告我们教会一些重要的事工消息。第一点，今天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其实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是在每一年5月的第3主日。然而今年由于疫情的缘故，延期到本主日来举行。那今年呢，由于圆规台风重创玉神，有许多地方都需要整修，所以请兄姐们可以来持续为玉山神学院来代祷以及奉献，那也为原住民的神学教育来关心代祷。那本主日非常欢迎林庆台牧师代表玉神前来本会正道。我想我们看过《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的兄姐们，应该对于剧中男主角，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林庆台牧师，他在剧中的角色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来欢迎林庆台牧师。愿神继续来祝福牧师前面服事的道路，在服事的路上一路与牧师同工同行。好，再来第二点是我们的小会公告。感谢主，在上主日临时会员合会已经顺利选出新任的长老执事。那我们新任的名单在我们的周报上有刊登，那请兄姐们来一一过目，我就不再一一的来念出当选的名单。好，第三点，我们教会预定在12月26号圣诞节来举行洗礼跟转籍。那预备受洗转籍的兄姐们请留意以下的时程，也可以来向办公室俊宏干事来报名。那我们的洗礼的学道班在11月13号、20号、27号3个礼拜6的晚上，在6楼01来上课。那也请在11月26号之前缴交您个人的见证稿。那要洗礼以及他宗转籍的兄姐们，也请预留时间在12月5号下午1点30来参加小会问道理。这请一定要来参加。好，那我们的圣诞节洗礼是在12月26号的主日上午10点举行。好，请兄姐们来注意一下就是您有想要受洗的兄姐可以多注意一下这些消息，这些时程。好，接下来我们本主日要来颁发109学年度下学期的奖学金。那在我们第一堂所要颁发的是林建良奖学金，本教会一名就是苏浩真同学，还有福大的2名同学是陈于安与沈小涵同学。另外我们也颁发林胜蕊奖学金一名，是严俊毅同学。那我们请我们主任牧师维伦牧师来颁发奖学金。是关于儿青部的消息。儿童主日学目前在招聘师资，那儿青部定于11月13号还有20号2个周六的下午要举行师资的培训。那鼓励兄姐们能够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兄姐们可以投入宗教教育的事工使我们的下一代在小小的年纪就可以在信仰上被
扎根建造，一生都可以走在神的道路上。好，第六点是关于我们会有的消息。首先我们敬爱的林科锦定长老妈，也就是林世阳长老的母亲，在11月3号晚上安息主怀。他们定于11月10号礼拜三上午7:30举行火化礼拜，那还有在12月4号上午10:00在本堂的5楼举行告别礼拜，请我们为家属们来代祷。那另外还有扬州玉云姐的先生杨锦堂兄也于日前安息主怀，他们将在本主日举行入殓火化，那请兄姐们都一同来为遗嘱来关心代祷，求神亲自来安慰他们。好，那我手上目前好像没有新朋友的名单，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敬拜的新朋友，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哦，这里哦，就是没有吗？有吗？好，好，欢迎你。我们再请新朋友同工来为他们留下资料，也欢迎继续来与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好，那我们也花一点点时间跟我们前后左右的兄姐们彼此问安。好，现在呢，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祝福差遣的诗歌，新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唱完请牧师为我们祝祷。Bosco inalu na Yes Kristo, mingkahun ko kinhangan na yabata utokayan. Sepuhana ko sere mahkelhang kuara giwan sama pingkangyan taro, pinjogan taro, kuara anata nen nanu, aring ko tindingan do tetu sinsukan. Amen. Drop more down.